卖家电的大爷竟然是神医杠一，厉害了。欢迎我们家林子哥光临直播间，晚上好。中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对方骑马走出中炮屏风马吗？谢谢行者哥的六六。我们家讲话哥是 iOS 还是安卓系统啊？安卓系统大家不要在斗鱼上，在这个苹果手机上直充啊，大家可以去某宝或者联系笑笑都可以。吃直充的话会扣30%的手续费，非常贵。谢谢大直大力的荧光棒。哎，对方这退炮走的有点意思，这样的话我放白炮。安卓，中医说上火实际上是病毒感染啊，这么厉害。上火竟然是这么厉害，还伴随一生啊，上个火我就上点火。哎，对方摆炮他要废呀，下一步他打我，我上马帮我走棋。嗯，他想上马蹬我的车，我再摆回来，但这棋没有棋。嗯，充不了值，在右下角有个充值，点两个字，两个字充值，点开之后就可以充值了。啊，他把炮摆开了，他这棋平炮打车就是个废棋，平炮打车就是个废棋。嗯，欢迎雪松，欢迎快去学习风雨送春归，他们家郑红哥关进直播间。直播间这次循环肉还剩了最后七张办卡左右，校棋大涨，对的。这次循环任务剩七张办卡，我们同时还差一个钻石粉丝的续费或者是开通啊。今天这个12点前的任务剩了几张卡。哎，算了，我方这个棋呢不选择这个摆车一直压他了，没必要，不如我方先摆车。嗯，先把车甩过来啊，再摆车攻击对方嘛。谢谢我们家郑红哥的办卡。手动向下拉，然后再看到续费。外用阿西洛维乳膏抹抹，内服阿苦洛韦片，啥玩意？记一下，好使吗？啊，是的，都是直播间大伙点的歌，讲话歌。一会儿这边上马，再次打对方的马，炮打对方的马去。是的，上马再打他，等一会儿，先拱个兵把马活一下。马上将会马九进七啊！刚才朋友们已经说到这个点了，马九进七再打，你这马这边上不来，这边上不来，这高车宝马或者出车要对都可行啊！你要这么走再进吗？进马蹬马蹬双，蹬蹬，蹬这边没有对方一炮啊！重要的是蹬这边，如果对面拱兵的话，再退回来再打中兵。如果对面冲中兵卡住我，我这棋退回来，或者是进马提兵，退回来进马提兵都可以，炮打中兵。那这个棋我选择进还是退？啊，上马提兵吧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棋的象飞不起来，象飞起来炮打底象带门杀，这样的话这个棋显得就非常有威力啊。在退马和进马之间，我们选择了进马这个特殊的位置，因为炮没有底象，这个棋带杀棋。所以呢，对方的象飞不起来，他要敢打我就冲兵过河一个兵，不打的话进马踩着炮呢。这次当然对方有跟啊。同时我们下一步还有一步进车卡象眼，为下一步炮打底象做准备，送一个车啊。打不打？还是续费不了吗？好吧，看看大家谁会啊，这个钻粉的续费，大家今天可以给笑续费个钻粉，还差一个续费钻粉的任务。想下拉拉不动啊，王大帅哥快教一教。
不听我说话睡不着觉，真的假的？凯旋进行曲。将军，将一下啊，对方杨氏，啪叽再一打，把这个车吃了先。凯旋进行曲。好久没听笑唱歌了，啊、嗯！把这首歌慷慨激昂啊！对方送个士，我怕我在这儿做象底线，可以打上去。打完之后偷个车，还能反打这车。这棋走的送马打象，啊，不敢吃，不敢吃上马。欢迎上山吃土小魔王光临直播间。霍尔哥，你看，看一下微信。真将不军，吃我呀！哦，我说这个歌怎么这么熟呢？哎，真不吃我呀！吃。不吃我，我先打过去再进马。踢着马，踢着炮，带着将军。这边踢完之后还抽着车，一心想要抽死对方的车。哦，行吧，行吧，于桥哥，没事儿。吃，答案将我军，不是废了吗？你要这么走的话，谢谢我家狂奔的风大哥的99吉祥大饭卡。我进车吃，对方退不了士，只能出将。我再进马一将，对方这个将这个棋上不来，进不来。我方这个马卡的这个点，进马将军。将进不来，上不来，死棋了啊！谢谢我们家狂奔的风大哥的99吉祥大饭卡。自动续费就自动续费吧，我们于桥哥，直播间刚好剩了20多个分数，过超个团，到下一个赛道刚好剩了最后一个钻粉，大家谁能续费给肖续个费，或者是开通也可以，实在不行用办卡咱们也行啊，对方摆炮打他就没有棋。这个棋比较简单嘛，进马踩这步棋比较狠，对方不敢飞象，飞象炮打底象带门杀，所以我方马五进三这步棋走得非常好。用半卡也行啊，对方进炮了，这时候我方打过去，走了一步非常将精军，妙的送马啊，先这几步棋凌空送马走得相当精彩啊，一进马，二进马，三进马，四进马，五进马，这个马是高光时刻，朋友们，这个马走得特别精彩。这样对方能不能杨氏呢？杨氏冒着一步炮打将军，象，哎，这个棋他要敢回气回不了这炮，那对方如果杨氏打车啊，再打着车报废了，他们家康哥，那么因此呢，对方在这局面下不能吃，不能吃的话摆炮，摆炮的话我方这个棋上马，将哎，军，再打这个棋，在这局面下，对方要是打将军，我卡了一个，对方这个棋士退不来，我方这有
这个棋的炮，对方只能吃掉，吃掉之后进马，这个马卡这个点，将进不来，有炮绝杀带走。啊，我方一进马，二进马，三进马，这个中局的几步进马走的是相当精彩啊！这个在神医里边，每步棋这个马都是过关斩将，一路高歌猛进，直到还能不让对方上将送车，这步棋走的非常牛皮。